桂林在地合力之家为了帮助在地消防队提升救灾能力，特别关心十二组的冷食当家，让队员会当伫较下空间救助民众，提升工作效率。也希望抛砖引玉，更加侪企业团体共同提升救火能力。为了让桂林在地消防人员伫救灾时阵有更加方便使用的设备，桂林在地合力之家特别关注了十二组的冷食当家，提供予第五救灾救护大队。除了提升救火的能量，也趁机会回馈社会。没有好的器材，其实很难把救灾救难的工作做好。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捐赠了十二组给我们的台南市第五大队所有的分队的我们的救护车上可配给到这个软式担架，那它可以适用在各种地形狭窄的一个空间那可以来做人员的一个救难以及搬抬的部分。现场安排刚好，指导消防队员使用的方式。这个关键的冷食担架，上大的好处就是让消防队员会使在相对较小的空间，更加方便来帮助患者，提升救护的效率。因为我们在高楼层或是窄巷，我们的担架，红缨式担架可能进不了这些地区，需要靠这个软式搬运来实施。啊，因为我听那个顾问说，这个也有申请专利，所以针对那个承重力应该也可以。所以到时候我们会配属在我们第五大队所属的消防分队，在未来的救灾上、救护上，我们就把它带出去，用得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来做施救使用。然后而且它又轻量化，我们一个同仁可以携带，然后到时候再请两位同仁一起把它搬运下来。我可以在避免高层的时候担架上不去，却可以比如说老式公寓走楼梯，这些就要靠所有人力搬运的时候，这东西就是很好的救灾利器。完善的救护设备，除了会使提升消防队员的工作效率，也会使有效来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记者郭博义，桂林区蔡洪博德。